因为现在马来西亚还不可以堂食，午餐都是在车上解决的，我觉得好惨哦。还没有资格堂食，对，我还没有资格。我就打第二针疫苗，我就有资格了。我要到巴沙达就好了，口罩先戴好，全副武装，还有面罩。然后它有分，就是这边是 walk in 的，然后前面的话就是 appointment 的，所以人潮就不会整个很拥挤，所以这一点还是很棒的。Good。我要去 GoPro 啊。跟你说。OK。OK。到我了，到我了。今天是马来西亚 day， 所以就播了很多很好听的马来西亚的歌曲。不过我这个时间来其实还算蛮松的，不会说很多人，所以情况是 OK 的，然后速度也很快，在里面有接触到一些人，所以要记得用洗手液，去到哪里都要用。到我了。Dah buka mic sejahtera. Tukar warna biru tu lagi. Okey, nampak kan? Ni sijil untuk tu lah kalau nak pergi mana boleh tunjuk ni. Ada tunjuk kat ni. Tapi yang sijil dalam ni kan kena tunggu 14 hari baru boleh guna. Okey. Tunggu dia warna kuning baru boleh guna. Okey, tu je. Congrats. Okey. Thank you. Terima kasih. Tu jangan macam mana. Tu jangan macam mana. Tu yang dah hal lah.我觉得跟上次一样，超级无敌快。我就不要叫人家帮我拍了啦，因为尽量大家少接触嘛，所以我今天就自拍就好了。那就这里好了。我觉得我还是很幸福的，因为我来到不用小巴士。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是我妈带我来，然后今天是我老板带我来。因为今天打虽然是打疫苗，可是还是很可怜，需要做工了，然后才赶来这边打疫苗，所以我现在等我的老板来消毒一下，才上车。我会不会看到别人哦？我几乎滴快就打完了，我觉得跟上次差不多一样。你怎么在里面？跟上次比的话，其实是比上次还要多人的，可是它的速度也是很快，也是没有停过，我感觉好像手有点痛。真的吗？就一点点哦，那个打针那个范围。顶啊！好幸运的，因为我出来就下雨啦。红亮片有收掉，红亮片是搬家了，不可能收掉了。City Square 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我来走它。我终于打好了我的第二针疫苗，这真的是等待等得我好苦啊，整整2个月，超久了。
我的朋友都已经陆陆续续比我迟打的都已经打完了，然后还剩下我在这边苦苦的拍。我今天终于可以感觉放下心了，因为他有跟我讲说，就是如果我有出去啊，好像很多情况都需要显示你已经打完了两针，所以你就要开你的那个 MySedella， 它就有一个 QR code， 就是那边可以证明已经打了两针，或者是可以拿这个卡，就是显示说你已经打了两针，所以这个跟你的 IC 一样重要。有看到很多人讲打了 AZ 第二针几乎是没有太大问题啦，然后也不会说很不舒服还是生病，像第一次打第一针这样子。所以我看一下我明天会不会比较好过一点耶，希望我明天健健康康顺顺利利。Kita satu agama, oh, kita satu bangsa, satu negara, kita satu Malaysia。现在是隔一天的傍晚6点，我从昨晚到现在完全就没有感觉到不舒服。我没有生病，没有发烧，没有头痛，什么都没有，然后只有一点点的肌肉酸痛，真的是很一点点那种，对我来讲真的是无大碍的那种。我只是晚上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累，然后我特别的早睡，我还特地空了今天来生病，结果我今天就这样子飞了一天。我昨天打完疫苗，我就看到我朋友分享一个新闻，他就是讲现在的 AZ 疫苗不需要等到9个礼拜到12个礼拜那么久了，就是可以缩短到4个礼拜就可以打了。所以我等到9个礼拜等了这样久是在等什么？可是终于好不容易 set 得了两针就算了咯。就接下来有打 AZ 的人就可能不需要等那么长时间，也是一个好事啦。不然真的很花很长一段时间就为了等那个疫苗，然后打完疫苗还要等2个礼拜，然后照惯例要喝一粒野水。不要问我为什么打了疫苗就是要喝野水，所以我的第二针疫苗应该是没有事情啦，所以我现在应该就可以做 ending 了。然后为了大家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的话就快点去打。那么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给我一个 like， 如果想看更多的话就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我们下期见啦，拜拜。他一直在看外面的风景啊，不知道在看什么。